大家好，我是千一门龙杰，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个赌场荷官善用的一个斗牛排序手法，啊，随便的半揭秘的形式啊，给大家玩一把。大家看看效果哈，第一次洗牌，斗牛一般都四个人玩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子。希望兄弟们不要参与到赌博当中，十赌九诈，治安家庭，远离赌博啊，这都是荷官善用的一些排序手法，是吧？啊，好，这个手法就落这里，感谢兄弟们对千一门的大力支持啊，再见兄弟们。